就爱相遇发生不伦恋，男方竟偷拍不雅照来威胁。一对男女交往了大约六七年，各自就分开了，两个都已经有婚姻了嘛。他们有一天就参加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的婚礼，那碰到之后发生了那种不伦恋。那男生啊，这个很烂，他就偷偷的录影传给女生，两条路：一，你跟我在一起；二，你我就到你家给你老公看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